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加州麦哲伦500栏目组现场。我是 Dr. Chu， 各位都知道我姓曲，歌曲的曲，但是念名字要念曲。趋势源流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各位可能很好奇，为什么要叫趋势呢？那我们今天就听我娓娓道来。我们为了让大家方便了解起见，把这个节目分成五个阶段。五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5000年前我们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轩辕氏，他又姓姬。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生长在积水旁边，就像炎帝姓姜，他生长在江水旁边。古代人都是随着水草而居的。皇帝姓姬，轩辕氏。那姓和氏有什么区别呢？在古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在现今区别已经模糊了。就是就像我们姓屈的，应该说我们源流姓姬，叫屈氏啊。姓姬的一个分支叫屈氏。这个屈氏呢，就是代表了父亲。姓呢，一个女字旁代表了母亲。在古代母系社会，我们中国古代有八大姓：姬、姜、姚、嬴、氏、云、归、吉，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都是女字旁。所以在古代的时候，甚至现在在云南那里都有走婚族，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甚至有只知其姓不知其氏，甚至有人只知其小名而不知他的姓。就像现在甚至蒙古人还在沿用这个习惯，只有名没有姓。你看我们在元朝的时候的忽必烈，他的爷爷成吉思汗，他的爸爸叫做拖累，他自己叫做忽必烈，所以都没有姓，只有名。所以皇帝姓姬，轩辕氏，所以氏代表了父系的门风地位，门第。好，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要讲到在4000年前周朝的始祖叫做后稷，姓稷，名弃。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抛弃的意思。他小时候出生的曾经被家人抛弃了，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弃。后稷他是尧舜时代的管理农业的官员，他的孙子叫做居陶，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手上出现了一个掌纹像居字，居呢就是鞠躬的鞠，念姓啊念居。居他这个旁边是革字，革命的革，这边是菊花的菊，所以他被分封有了一个氏叫做居陶氏。他又一个名字叫做陈州居陶氏，就当初周朝始祖成立周朝之前的一个分封叫陈州居陶氏，他就有了氏。他也姓姬，但是他有了他的分支叫做居陶氏。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3000年前
在周武王的第十代孙分封到曲沃这个地方。曲沃是什么意思呢？曲就是长江黄河弯弯曲曲的，叫做曲沃，弯弯曲曲的河旁边的一个肥沃的土地，又叫做环熟。环就是一个有城墙的一个住的地方，熟当时就是在家排行老三，伯仲叔，伯就老大，仲就是老二，叔就是老三。那曲沃环熟就成了他的姓氏的分支，叫做曲沃氏，后来就改成单姓，姓曲。这是曲最早出现的地方，它是弯弯曲曲的曲，在古代的甲骨文当中是一个像曲尺一样一个折弯的尺，所以最早有了居陶氏，后来有了曲沃氏，再到了第四阶段，就是2000年前，在西汉哀帝的时候，他的尚书令叫做居谭，谭延熙早谭，居谭和他的儿子居弼为了避难于黄忠，改姓屈，由居改姓屈，所以屈和居非常密切的关系。黄忠是哪里呢？就是现今西宁市黄忠这个地方，在这里经营了千年，也就进入我们的第四阶段，1000年前。这1000年当中呢，从西汉哀帝到唐朝唐太宗这段时间，经营了一个高昌古国。当时的古国的国王叫做屈伯志，曾经和隋炀帝发生过一段引人传说的友谊佳话。他的后代最后一个国王叫做，也就是后来的屈文泰。屈文泰他曾经接待过来自唐朝的唐玄宗，唐玄宗到西方取经的时候曾经路过高昌古国。屈文泰有礼遇有加，曾经接待过唐玄宗，希望唐玄宗能够在高昌古国能够居留下来，但是唐玄宗去意已定，要到西天去取经，所以屈文泰准备了车马银粮和准备了28封的国书送唐玄宗出了西域。这段故事非常重要。接下来最后在500年前，就是这个故事的第五个阶段，明朝的洪武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东海边疆的地方，倭寇盛行，十室九空，老百姓都逃难去了，所以朱元璋将山西，就是太行山以西的老百姓移到山东去护卫边疆。当时的老百姓是在山西临汾洪洞县大槐树集合，一起集中分发到全国各地。好，我们待会再详细
讨论这五个阶段。各位视频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栏目组现场。我们这个节目进入第一个单元，有关趋势源流，机性的来源。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图，机女字旁，旁边是一个书字。5000年前，皇帝轩辕氏姓姬。姬这个字呢，在甲骨文上，左手边是一个把梳子，右手边是一个女子桂枝。我们可以看看甲骨文里面的姬字，是一把梳子和一位装扮美丽的女子的桂枝。在经文当中，他的左手边是一把梳子，右手边是一个女子。小篆开始，女字旁这边是一把梳子，到隶书和现在的楷书已经很接近了，一个女一个梳子。楷书中国古代八大姓姬排名第一，他的排比占500强里面百家姓几乎80%的人口，也就是10亿人口来自于姬姓。其他的7位姓氏分配给20%。这是八大姓的脉络排序。看姬姓后面有巩、施、善、行、霍、柳、万、郭、郑、乔、韩。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皇帝轩辕氏沿着黄河的生活足迹。一，神木县石毛古城，近代有很多的皇帝遗迹出土。二，皇帝生于济宁轩辕丘，也就是寿丘。三，甘肃天水，皇帝轩辕氏长期的居住在甘肃天水，驾崩于乔山皇帝陵。在郑州市南边的新郑也有皇帝的纪念陵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皇帝的时代他们都是沿着水草而居的。近代的百家姓500强，屈姓排名160位，大部分人口在山东。姬姓排名第229位，在河南。居姓261位，大部分在山东。1000年前，
北宋的百家姓真屈家风，屈姓当时还是用一个麦字旁一个菊花的菊，这个屈还没有简化，排名第206位，跟我们现在的趋势来比，人口已经大大增加到160位。居姬姓排名297位，居姓排名390位。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到栏目组现场，进入第二单元，4000年前的居陶氏。视频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栏目组现场，我们这个节目进入第三个单元，趋势源流，趋沃还枢。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图表，晋国君家族世系表，从周文王、周武王，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他的弟弟唐叔虞，这边有个故事叫做君无戏言，小时候周成王和唐叔虞在玩耍的时候，周成王他送给唐叔虞一个分封，当时的史官马上就说君无戏言，找了一个机会做了一个仪式，就把晋国这个土地分封给了唐叔虞。中国有几千个成语，有几百个成语都完成在这个时期，曲沃还枢这个时代。传到第11代的时候，文侯仇，当时的曲沃还枢虽然没有当到晋国的领导，但是他的孙子晋武公和他的孙子公子重耳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是相当了不起的。周武王他的儿子唐叔虞和他的后代屈沃还枢和他的后代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王室。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我们来看看屈字，它的异体字里面有一个麦字旁，一个歌曲的曲，后来简写就成为这个曲。我们看看屈字的甲骨文，像个屈尺一样，古代的一种回旋镖。经文是这么写的，小篆是这个样子，小篆是秦汉时候用的文字，我们现在的楷书和隶书都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才开始使用的。这是晋国的博物馆，坐落于山西临汾曲沃县，这个是博物馆前面的雕像晋魂，这是博物馆的牌坊大门，这是馆内的收藏
也就是原址，晋国大墓的原址里面出现了春秋最大的车马坑和上百匹的战马。它的位置在山西临汾，山西临汾的曲沃县，曲沃县的北边曲村镇博物馆就坐落在旁边。好，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前看一下人类历史 Y 父系遗传基因的总表。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来自非洲，都有遗传基因 A， 那早期来到亚洲的有 BCDEF， 其中西藏蒙古人最多。一五千年前来到亚洲的黄帝都有 OM 系列的遗传基因，四千年前的居陶氏，三千年前的曲沃桓叔。好，回来我们进入这个节目的第四个单元，居谈避难黄忠。各位视频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栏目组现场。我们这个单元今天谈到居士源流，居谈避难于黄忠，由居改姓屈，这个故事在屈氏宗族里面流传已广，叫做石举火曲。好，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图表。居士源流，一，公元前三千年前，源于黄帝姬姓。二，公元前两千年前，黄帝后裔后稷之孙居陶氏。三，公元前三百二十一年，燕翼王之子姬生，翼姬为居得姓。四，居生第四世，居武聘归本国，任燕王喜之子。太子丹太傅。五，西汉哀帝居武第十一世居谭，由冀州入世西汉，京都长安后避难黄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居谭改姓屈，叫屈谭避难于黄忠。这是居氏源流迁徙分布图。一，黄帝姓姬，黄帝当时五千年前活动在陕甘地区。二，居陶氏生活在甘肃省的庆阳市，这是我们上集已经谈过的主题。三，姬生改姓居生，避难于辽东，现今的辽阳太子河。后来居武又回聘到宫廷里做太子的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后来他的第十一世叫做居谭，回到西汉的京城
长安任职尚书令，后来得罪了当今，全家搬到了青海省西宁市附近的黄忠，后来经营了将近千年。屈檀和他的儿子屈弼的后代，就是我们下个单元要讲的居文泰与唐玄宗的故事，发生在吐鲁番。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居信移到了山东烟台黄县，现今居士分布最多的省份。汉哀帝刘歆，汉朝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接着就是王莽篡汉。这是青海省的位置图，青海是中国几个大省之一，除了新疆、西藏和蒙古之外，青海是属于最大的省之一。屈檀避难的地方，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青海的美丽风光。这是青海湖重要的景点之一，二郎剑景区，这是文成公主的雕像。这是青海最重要的藏传佛教佛寺塔尔寺。这是青海旁边一个茶卡盐湖，晚上观看银河的风景。刚刚我们看到青海南边的二郎剑景区和茶卡湖，银河系风光的地点。好，待会我们休息完之后，我们的节目进入第五单元，屈文泰与唐玄宗的故事。各位视频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栏目组现场。我们的节目进入第五个单元，高昌古国屈文泰与唐玄宗的故事。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图表。汉唐之际，魏晋南北朝，高昌国屈氏源流。西汉哀帝尚书令居檀率儿子居弼避难青海黄忠，改居为屈。二，东汉末年，居弼助袁绍，最后战胜董卓与平定黄巾之乱，成为北方霸主。三，青海西平军事集团屈衍、屈英与屈光表现出不与篡汉之贼同流合污的决心。四，智联金城望族全郡民中，上联指西晋人大都督屈允，下联指北齐尚书令屈真。五，屈氏以金城为中心，与少数民族合作建立屈家高昌王国，长达134年，辉煌时代。六，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屈伯亚结盟隋朝，并在4年后出兵协助隋炀帝攻打高丽，传为友谊佳话。
七，西游记中高昌末代国王屈文泰与唐玄奘结拜为兄弟，取经返回高昌时已被大唐所灭。八，屈崇玉又名屈崇玉，高昌国国王屈家第十代的孙子，受到武则天的宠幸，后代改屈为屈姓。我们基本已经弄清楚了由姬、居、屈一脉相承的姓氏的演变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这是北魏时代高昌古国在交河城的位置，这是在隋代高昌国的位置，这是唐代唐玄奘出西域的路线。当他从这条路回来的时候，路经过高昌，当时的高昌已经被大唐所灭。这是西安通过天水兰州到武威嘉峪关哈密到高昌古国，唐玄奘就是在这里和屈文泰结交的地方。这一路过去，等回来的时候，高昌古国已经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这是现今的交河古城，在吐鲁番附近。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奘、这是高昌古国的古迹，当时高昌古国出的钱币高昌吉利，这是万国遣唐使盛况邀请玄奘入高昌的图片。这是屈，一个麦字旁，这边一个菊花的菊，它的异体字是一个麦字旁弯弯曲曲的曲，后来简写以后这麦字不要，只有这个曲。我们见证无形的力量，这个节目在这一季趋势源流已告一段落，欢迎收看下一档的节目，谢谢收看。